FM 妈妈这里十二点的53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费比要接听电话了。今天线上这位 妈FM 来收听收大赛2019游戏单元幸运同学是谁？ MyFM 妈 FM 妈菲菲姐你好，动人你好，我要参加2019 Astro 星球大赛的游戏单元，我叫王光星。OK， 你最看好谁？曾洁宇，我觉得他很可爱哦，歌声也不错啊，很甜的、啊，我很喜欢他。恭喜你是张 Astro 星球大赛2019决赛的入场券，也就是7月25号晚上8点在吉隆坡不给教练不抓室内款引爆了这一场星秀大赛呢，就希望你能够去到现场给他们支持哦。OK， 谢谢。好，其实栋梁呢也在说，哇塞，这星秀真的是非常的棒哦，因为这个举办的地点就是之前你在那边开演唱会的地点。真的，我们刚刚私底下还在聊说，哇塞，现在不得了了，真的那个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场地真的很大，而且很 grand。应该会蛮好看的，也希望所有的新秀们能够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。那么今天非常的开心，栋梁来到101教室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开心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向来叙旧多一点，真的。那明天就要开跑了，明天就要开跑了，再次呼吁大家，怡宝 Ipoh Parade Submit Bukit Matajam， 然后槟城的 Queen's Bay Mall， 然后 Selangor Mall， 然后马六甲 Makuta Parade， 芙蓉 Terminal One Submit USJ， 最后一场是在雪隆金武体育馆。那这一次真的很期待跟大家见面，然后也希望大家真的，不管是想看我，想要找签名，想要听歌，想拍照，想干嘛，都来这样，什么都来可以，真的。你希望栋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。我会，等一下就马上会去看一个医生。Very good， 还有 MSN 不要 block 我啊。没有 block 你，你不要演直播就好。好，我们这时候也谢谢栋梁，马上去关心以后靠的天气喽。OK。MyFM 天气预测是由 TOP 唯一除臭专家每日为你送。